苦呢？没有苦，好吃。五味十字街靠近四府街的那个路口那边，有一个酒酿米糕，这叫酒酿米糕吧？每天都排了好多的人，刚才我也忍不住排队，买了两盒，它一盒5块钱，两盒是8块。现在下雨了，带回宾馆尝一尝。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我们着急忙慌的就回到宾馆了。湿漉漉的，我们的米糕，闻的味道有点像发糕的感觉，里面加的是葡萄干儿。酸甜酸甜的，它有一点点那种醪糟的味道，它不是叫酒酿米糕嘛，酒酿就是醪糟。软软糯糯 QQ 弹弹噔噔噔噔，回来的路上还买了一个芋圆桂花乌龙奶茶。